晚上好，圆圆，哦，就是晚上好，都快7点了，还在下午好，晚上好，圆圆，晚上好，ZZT。哦，对了，我要那个之前那个他们送的炸裂的东西，我今天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晚上好，King 酱，今天睡了吗？我今天上午睡了3个小时，然后就醒了。自然醒的，谢谢你呀，King 酱，谢谢你，你也要快乐呀，你来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呀，听风，晚上好，哎呀，这个披巾，不行，我头发有点多，哼哼，不好意思，稍微内涵了一下。谢谢你啊，秋，你也要快乐。谢谢你。哎呀，我头怎么这么秃？我要赶紧戴上卤煮之前给我买的头套。之前说要直播间试一下这个炸裂的东西。哎，不行啊，可是它挡住我眼睛了，看都看不见一点儿。羡慕头发多吧？那可不，咱们头发可多，但是它这个头套有点太。太小了，还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它这么乱？它这么混乱？杀马特，那可不，超级无敌杀马特，好吧，家人们。那这样是不是都识别不到我的美颜了？我把这个头发放后面去。讨厌你，你走开！只要不说发际线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吗？那这个补光灯我要怎么补呢？真崩溃了！哪里搞笑？炫酷那可不。谢谢本间送的生日礼物和生日帽，谢谢你本间。等一下，把这个安好先。谢谢你送的生日礼物、生日帽，还有生日蛋糕，谢谢你啊，本间。kiss kiss kiss kiss，谢谢你给我送的小礼物、大礼物哦，不是大礼物，对，是大礼物。开屏暴击，那可不。咱们今天说好该炸裂就炸，哎呦，差点跳楼了。咱们今天走一整个炸裂风，好吧？好，你去吃饭吧，拜拜。很帅的假发，那可不，很帅。对，我今天超帅，好吗？我还穿了一个很帅的衣服，很帅的衬衫。杀马特造型。这是我应援会给我的，谢谢他，我真的很谢谢他。哼哼。Hello，你好，芥末。什么？聂宝被我吃了，他已经被我妹妹吃掉了，好吧？我吃掉他了。谢谢你，我这是昨天临时拍的图。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拍，我一直都没有约拍，然后这是我昨天临时拍的图。我想发什么发什么，哼，主打个叛逆。谢谢小青送的生日帽，我在这再整一顶生日帽是吧？谢谢小青送的生日帽，一进来是视觉炸裂。哪里，人家只是发型比较凌乱罢了。谢谢圆圆送的5个巧克力，谢谢你的巧克力呀、啊，嘿嘿，谢谢你。哪里炸裂了？点都不炸裂。抖音还没看呢，一直在上课。那你还是上课重要是吧？上课重要一点。抖音还。反正只要来给我当水军就行了，哼哼。咋了？没咋呀？哪里飞了？不飞，一点都不飞，不飞一点。刚进来还是有点炸裂的，这哪炸裂了？人家很正常，一女的精神状态良好，今天过生日精神状态非常良好。捏总专属发型，是的。全世界独一无二，好吧？
你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都翘起来了，压半天它压不下去，我真的 thank you。它这是挡了我的光吧，显得我脸特别的暗。我把美白调最高，好吧，它已经是最高了。微博组图真的太美了，是摄影师的功劳，我是高 P 怪，是摄影师的功劳，我鼻影画重了。谢谢你，圆圆。是啊，我感觉还挺符合我的，是吧？真的挺符合我的。我知道你是首屏，我看到你的，你给我发的了，真的很美，是吗？谢谢你，真的很美，我现在也很美。哼哼。它这是不是太，感觉是太小了？我头围很大，我头围真的很大，正好没洗头，我今天也不用洗头了，就戴着假发直播也不用洗头了，多好，是吧？挂机扣了10幸运分，你为了看我扣了10分，不，没关系，又不是不能打，是吧？谢谢福星星送的摇摇马，谢谢你的摇摇马，kiss kiss，谢谢你的摇摇马，哭炸了，那可不哭炸了，简直！谢谢你呀，三眼仔，谢谢听风的3朵3朵发发，谢谢你的3朵玫瑰花，他是不是真的识别不到我五官？看他美颜都掉了，谢谢。死咪妈塞，为什么你送的 EBJ 棒？谢谢你送的 EBJ 棒，谢谢你，嘿嘿。谢谢三眼仔送的小风车呀，谢谢你送的小风车，吱呀吱悠悠地转。谢谢听风送的巧克力，谢谢，嘿嘿。好帅，那可不，今天。主打一个帅哥风，咱们今天就是大帅哥，好吧？咱们是酷女人设，咱们今天很酷，超酷。对，听说我今天生日，我也听说了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你是听谁说的？你是听谁说的呀？哎呀，真无语，我这个修容画重了，我在宿舍随便画的，因为想着反正有美颜。我随便一画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小鱼仔，祝你也天天快乐呀！啊哈，啊哈说，哦，溃烂呀，哦，首屏什么的，首屏什么的，只能证明你手速快，证明你不怕金森。但主要也是因为我抖音，我化妆化着化着忘记时间了。一看21了，就马上发抖音了。晚上好，小朋友，我哪天不特别，哪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好吗？我哪天都很特别，好没礼貌，老掉我特效。但是我想把这个修容给擦掉，我还把擦了，擦了，它真的老掉我特效服了，它识别不到一点，是吧？那么今天主打一个炸裂风，哎呀，吃头发了！我今天81岁，哦，它掉了，它这个头发。我今天81岁，谢谢福熙听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谢谢哦，它怎么没电了？等一下，它可能是。它不会是烧坏了吧？不应该呀，它这个还亮着，怎么就没电了呢？哦，它这个也啊。掉背上。
不好意思 ，sorry。看一眼他现在还有电吗？他真的烧坏了吧？哦，好了。谢谢小朋友的生日帽，谢谢三眼仔的摇摇马，谢谢你的摇摇马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81岁生日快乐，谢谢你 ZZT， 祝提前过81岁的生日了。那你今天过来看一下直播，哦，这样呀，谢谢，谢谢灰暗，给我安，给你安利我，谢谢。听风的捏捏最棒，谢谢你的捏捏最棒，我真的觉得他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，痛苦，哦，这样好一点，为什么突然断电呢？不知道，你是路过看看，那你别路过了，你在这停留吧。你在这为我停留吧，别路过了。哼哼，怎么看被我帅的流鼻血了是吧？已经被我帅到流鼻血了。天哪，我怎么感觉我鼻子已经卡粉了？可能因为我上次带妆带了快36小时，很卡粉。天哪，你看，我把磨皮关了，它真的巨卡粉。还是开磨皮吧。我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卡？我要看一眼，到底多卡粉？其实原相机也不卡，但口袋很卡。好吧，无所谓。你好，你好，李行乐，谢谢你。我今天很杀马特。非常的杀马特，因为工作关系很少从你的国家飞中国。嗯，这样。什么造型惊到你了？今天非主流造型，因为我没有洗头。以后没洗头，但是我想直播的话，我就带这个直播吧，多好呀，都不用洗头，好卡。好了，我用流量了，换流量，你是不是有病呀？非主流，滚！休息的好吗？有一说一，不太好。谢谢蓝毛的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荧光海呀！我说怎么这么卡粉？好像我忘记打三分，我就说嘛，19岁过得很爆炸。那希望今年夏天我也能过得很爆炸。今天帅哥发型，我每天都是帅哥，每天都是靓女。谢谢听风的捏捏，好棒。谢谢你的捏捏，好棒。外面打来的，我在录音室，我听不到外面一点儿。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了，外面的世界毁灭了，我也不知道一点儿。安倍三郎，哦，安拉索，安拉索，我知道了。希望我能记住吧，笑死。因为我记性真的很差，记不住一点。东北，我印象中北方好像都不咋下雨，好像就
就北京老下，每次在我洗衣服的时候下。那本来今天觉得阳光很好，像洗衣服的，结果今天我发现洗衣机都有人在用了，我不好意思拿别人衣服出来，就等着下播了再去洗吧。可以叫你算了，好的好的，OK。有啥害怕的？雷暴雨有啥害怕的？咱们广东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区区雷暴，区区暴雨算什么东西？去年下雨靠人工降雨，今年你们连下10天大雨。我天呐，我都不用上学了吧？我们深圳一下雨就停课，爽死！被水淹了，那你们应该停课了。我的在意点比较清晰，笑死。对啊，南方一到夏天就经常暴雨。9号你会来中国，13号你会离开中国。现在5号呢。什么？HXNN，好想捏捏，谢谢听风的好想捏捏，我也想你。人工降雨，但是人家也可以人工也可以机器浇水呀、啊。哦，你11号跟10号来看我们公演，好呀，期待一下，希望能让你看得开心呢。谢谢 BV 的不倒翁，谢谢你的不倒翁，哼哼，谢谢你 BV。哎呀，我这手机没电了，我得钱。哦，还好我带了充电器，钱充个电吧。笑死！咱们主打一个勤俭节约，我也很勤俭节约。我今天请大家吃了萨莉亚，还请大家吃了披萨，还有奶茶。咱们现在也勤俭节约了，但还好每次我生日的时候发工资，所以无所谓。咱们也勤俭节约了。那还好，我在今天之前也没吃过萨莉亚的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吃萨莉亚。我是个假广东人，我在广东以前都没吃过萨莉亚。厦门好，厦门永春，但是他竟然没有蒜香面包，我真的很喜欢蒜香面包。那种包括超市里的蒜香面包，我都很喜欢吃。那是我太帅了，那肯定是我太帅了，所以你的鼻血才会止不住流。哼，这就被哥给帅到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只好点那个饼底了。就是用那个饼底，那叫啥？反正就是用饼底来卷那个蜗牛，但是既然某人说他不喜欢吃蜗牛，他说蜗牛好恶心，我生气了，所以我怒多吃了一个蜗牛。当然敢去大街上了，我这有啥不敢的？
如果我今晚鸡腿能到1万，我直接这样上街给你们直播，我话就放在这，笑死！你当我真不敢吗？我今天开始我的社牛人格了。呀，小鱼正好祝我生日快乐了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看我直播，谢谢你，我等会下播了回你微信。气泡音好棒！什么？你这什么非主流？非主流打 call，听风。我确定，我当然确定，我当然确定。竟然吓你一跳！怎么？人家今天可帅了都，超帅。那我打在公告上，1万鸡腿，我上街直播，我上街发疯，我给你们看。真的笑死。希望别吓到别人了。谢谢谢谢三郎送的24根荧光棒，谢谢你的24根荧光棒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25根 B，还有不谢谢你24根 B，25根 E 和37根 J，谢谢你的 BEJ 三郎老师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 BEJ 呀，重进直播间3次有点错了，我用流量呢，超级帅，那可不，超级帅，谢谢，因为你笑起来很好看送的调色盘，谢谢你的调色盘，谢谢叶小豆的2个摇摇码，谢谢你的摇摇码。那这样搞得我觉得1万鸡腿有点少了，突然想原地加价了都，都笑死！你们1个2个这么想看我上街，这哪那么容易？谢谢叶小豆的捏棒，谢谢你的捏棒，支持每个梦想。但是我上街，我得第二天再上街，因为我一旦出去了，我害怕等我这个录音室我回不来了，我得第二天才能上街。就是我先把我今天这个生日过完先，然后我再去街上给你们直播，因为我害怕我这个录音室真的到时候就是进不来了都。支持每个梦想，我当然是社交很肥，我很社交的好吧？我是被我我我是我就这样子出门，朱一宁，我这样去找你，别打什么问号，打什么问号？我社交达人，我社牛达人，那你润出去吧，讨厌你，真的是认不出我一点，别装嘤嘤怪，芥末，你少装嘤嘤怪，我哪里杀马特了？我很帅的好吗？我超帅，我今天帅爆，北巴社牛，不，我不社牛，我社恐，我丢脸，我丢脸。对啊，我不帅吗？打什么问号？上班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上班我洗头了。我这样子搞的话，他会把头发弄油。如果有什么别的什么花里胡哨的可以带的话，我可以带。后悔？你结吧，我才不后悔呢！我后悔个屁屁！本人一向炸裂，本人从不后悔一点儿。啊，我觉得还挺显黑的，而且我今天出去没带伞，我还晒黑了都，给我晒黑了。我一回来又就被某人内涵，说我像刚去挖完矿一样，都整个脸都黑了都。鸡皮汤当头像，那丢脸的是你不是我，谅你也不敢截屏当头像，丢脸的是你。谢谢，因为你笑起来很好看，所以。才送的生日礼物，谢谢你的生日礼物，嘿嘿，马上就换上，反正射死的是你，并不是我，你伤害不了我一点，
谢谢三郎送的警棒，谢谢你的警棒，谢谢你的一棒，谢谢你的 B 棒，谢谢三郎的 JEB 棒，谢谢你。嗯，那你为了你你你为了你为了你为了要看我，你要顶着失血过多，顶着贫血来看我是吧？那么多星星还是来看我，那今天不看我看谁？今天我生日可是我的主场，谢谢你啊，小林，这是应援会给我的造型。你的温柔是我惩戒不掉的诱惑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。不行，我得放那 BGM。I miss you everything。只想看看你的脸，想念你，想念你。我要放的 BGM 了。如果爱情深爱，谢谢你，亲儿子，你也要快乐。什么不准吓跑？怎么这么卡呀？不准被我吓跑！别这样，像大刚来的像。哎，这个点应该没人来吧？有吼有乱叫，一定对你。是真心真意，是的，你若折他翅膀，我必毁你天堂。帅鼠那可不，怎么可帅了？哦，但我这样上街，我还有个很社死的是我，你看我上半身穿的比较正常，我下半身穿了个大裤衩，我穿了个大裤衩，就很笑死了，我穿了个很随意的裤衩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 every day。只想看看你的脸，想念你，想念你，想念你，当然的，小的热心，已属于你。是的，你 out 了，你不懂一点时尚。这是啥呀？怎么，这是我？这是我的新发型，这是我青春时刻拉票的新发型，挺符合的，反正一样炸裂。谢谢塞纳河快乐达人的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呀，谢谢你，peace peace，哼哼，挺好的混搭，thank you，一整个人是拼接风是吧？Miss you, I miss you。I miss you every day，只想看看你的脸，想念你，想念你，想念你，当然会想，真可惜，已属于你。前卫，当然我走在潮流的前端，好吧？我要是10万鸡腿，我直接去三里屯，怎么样？咱们今天主打一个疯狂，我10万鸡腿，我直接这样去三里屯了都。这个发型上公演，对，我要这个发型拉票。呸！我要这个发型青春时刻，我要这个发型青春时刻呢。下午好，你好呀，元宝，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，谢谢你的祝福。别太好笑，我哪里好笑了？今天很潮流，很潮流。太炸裂了，哪里炸裂？所以我就知道，所以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不会给那么多的，所以我才口出狂言。我就是很，我就脑子在前，脑子在后面跑，嘴巴在前面追。什么？我真无语。
都不愿意为我丢一点脸是吧？这都不愿意，我心碎了。都不愿意为我丢一点脸。Still I miss you, 呜、哦。我的脑子追不上我嘴巴一点。我主打就是一个脑残，好吧。天呐，我如果我说我这觉得我这样子像二次元，会被辱二次元了，二次元的粉丝要骂死我了。刚刚有人给我发微信说我这样好像二次元。二次元粉丝要骂死我了，要什么不准出坑，不准出坑，光打下来很二次元，等二次元粉丝要骂我了，把保护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，去避暑山庄了，连夜跑去承德是吧？我们连夜承德见承德 48。二次元疯狂辱骂我，是的，我讨厌那个人。换一首歌，这还不是你给我的，你好意思说？这你给我的。你该太认真，也许你已经该改变自己。什么没有我平常更炸裂，好吧，我平常更炸裂。你哪知道我今天穿？你送我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我会今天穿。我这个人已从来都是如此炸裂的。我想整个心已属于你。牙套嘞，牙套等会儿再戴呀。装声卡是啥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啥叫装声卡。装声卡是啥呀？我不急丢啊，我是土狗啊，我是上个世纪的葬爱家族的，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装声卡是什么东西。我们葬爱家族那会儿还没这个玩意儿呢。现在有点太潮了，不知道是啥东西。已属于你 ，See you, I miss you。我这个美颜真的，所以它又掉了是吗？我真无语，我因为我带妆太久了。我皮肤很差，我必须得开磨皮。我靠，脸一直在动，它识别不到一点我的脸，讨厌它！别动了，我讨厌你。它识别不到一点我的脸，我心累了，而且今天的光也不好，不知道为啥。好，我换一个角度，换一边。这边是不是更黑了？这边更黑。哎，这样子，但我这样看不到评论了。我都不在宿舍，你真的是不了解我一点，卤煮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都不在宿舍。你看我们宿舍会有这么高级的背景吗？真的是，感觉更黑了。我不知道马奇马是啥，烦死了，讨厌你口袋四八，你礼貌吗？这样子，这样还黑吗？我自己看一眼。哎，我在哪看我的直播来着的？哦，我看一眼，我这样黑不黑？
好黑呀！为什么这是两个手机色差还不一样呀？你们看的我口红是橘色调的还是玫色调的呀？我在我这手机看，我口红是玫粉色的，我真无语。它真是玫粉色的，你们看到我这个是橘色的还是玫粉色的呀？有胸针，对啊，有胸针呀。我真无语，它这个色差怎么这么大？粉色的，我真服了。啊，那又掉美颜，10年都没见这个造型了。我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，我是藏爱家族，藏爱家族老大，我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。你好呀，马斌，很炸裂，Why？是因为他是这样子，所以就会显得很炸裂，是吗？就感觉真的很非主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看这个地方真的很非主流，不是感觉好魔性啊！你看他这个延迟，感觉他真的很魔性，笑死！又没了，老掉美颜，讨厌！这直播必须得删了，这回放必须得删掉，总掉美颜，我真生气了。谢谢你夸，但是真的。老掉美颜，我真心碎了。这有啥？但是我要，有点偶像包袱。不就删？我要当个叛逆的肖像，好吧？我要当个叛逆的人。等一下哦，脸一直动，我真崩溃，讨厌死你了，口袋四八，狗东西，这个狗东西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关，关了我就太丑了，我脸都卡粉了，因为我昨天带妆带太久了都，我的脸都卡粉了。大眼38，我开了大眼，随便按的，我不知道开多少，什么大眼38，不知道一点。我就要瘦脸，我太胖了，我最近吃了很多，所以我才吃泻药的。发个数据，你开开看看，那也得等下次才能开了，因为我所有的账户都在我这个直播的手机里。我是说，我长胖了，我长胖了，少吃。那我拉不出一点，主要是因为我拉不出一点，我真的很心碎。我是说我长胖了，不是说我胖了。能换呀，但是我总不能下了播去看那个数据吧？然后再直播，我真崩溃了。这要是多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窜到今天早上，然后就还好。然后蹭了节声乐课，我声乐课的时候其实就想窜，但是我没有特别大的欲望。
所以我就下了声乐课我才窜的，因为没睡好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三眼皮，你看，为什么呀？我要去割了，我要去割割蜡，我要把我三眼皮拉成双眼皮了。我要家门，我要去整容了，我这样子去整容，我要去拉成双眼皮，我真服了，我好讨厌，感觉三眼皮好显老呀。我不咋爱吃水果，而且水果我怕我会，怕我会放，就是放太久了，眼睛比你脸大，那是因为我开了大眼的，我估计都开100都有可能。真的，别骂了，别骂单眼皮了，单眼皮心碎了，别骂单眼皮了。我觉得什么眼皮，我觉得三眼皮是最丑的。单眼皮的话，你哪怕只要，我觉得只要眼睛大，什么眼皮都好看。我觉得眼睛大才是最重要的。上头修一只单眼皮，双眼皮不是，我只是这个双的很不明显。你看它这样子，它太小了，这个双的褶皱，我真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双褶皱褶那么小，我真的我要去割个双眼皮了。今天是很明显啊，今天很明显。我公演我还会贴双眼皮贴，我直播都不贴双眼皮贴的，我很摆烂的。我觉得只有我这只一直都是很明显的，所以每次贴双眼皮贴我也只贴这一只，因为这只真的跟个单的一样。杀马特，我才不杀马特，我是上个世纪葬爱家族族长，好炸裂，哪里炸裂了？咱们今天很帅好吗？咱今天大帅哥一枚。路过被撞飞是吧？被撞飞，你要飞哪去？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病呀，飞鼠妞？滚！飞进深圳湾一号，想飞进我家是吧？我算是知道了，想飞进我家。哎呀，真的没带1.3分，我想扑一扑我的脸蛋，太帅了，那可不，咱们一直都这么帅好吗？咱们大帅哥一枚，纯粹的是大帅哥。挺好的，不用扑，因为我开了美颜。好的，今天我生日，今天我生日，我说什么都对的。你这肯定很非主流，我才不呢！你这肯定超非主流，我觉得。我美颜必得开到100，因为我太黑了，我巨黑，我每次在舞台上我都黑一个度。我美颜必须得，呸，我的美白必须得开到100。我今天晒黑很多了，我今天，因为我今天出门没打伞，笑死。怎么今天没打伞呢？最近然后就是我一过就是叫啥来着的，然后我一回来上声乐课，然后某，我要内涵人家后背了，然后某位后背就在内涵我说我像刚刚挖完煤一样回来的，哼，后背内涵我，然后到了传出去厕所刮，有后背内涵前辈，
白发光了，我开美颜了，还有这个补光灯，没擦防晒，擦了还是晒黑了。防晒没个用，我觉得只有物理防晒才有用。继续放我的歌，其实红色应该显白的，真心碎了，发个朋友圈去，谢谢你当我的水军来安利我，大家都来看我直播。我都当前辈了，是呀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今天 CKG 和 CGT 的小后辈还祝我生日快乐，咱们北八未出道的小后辈都来祝我生日快乐，感觉你自己都成前辈了都。对，我也觉得二次元好萌，等二次元粉丝打死我了，二次元的人打死我。不可能吧？肯定还会有别人带过吧？我今天要带整场直播，因为我没洗头。对呀，好快这时间！我611的时候就是3个月了，好快！这啥东西呀？硌死我了，好痛呀！这椅子里面怎么有根线呀？难受的要死，硌死我了！二次元接受，那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中去。绿毛，我这是彩虹毛，彩虹头。是否应不应该太认真？也许你以后会改变自己。我要不要分享一下微博？不行，不能分享到微博。会把我微博刷上去吧，我想说分享一下微博，我在直播呢，感觉直播今天我生日，直播怎么来播间人那么少？现实我是10月15号，对啊，6月15，7月15，真的，时间真的很快，我真觉得我才出道没多久呢，我出道的时候我还穿大棉袄。现在都可以穿短袖了，我在考虑要把这个直播分享到微博，不是，我想分享到微博，但我又不想把那套照片给刷上去，因为是我来北京的第一组图，因为当时也是大家跟我说什么生日要拍照片的，但是我当时不知道，然后一直没时间。所以我就昨天下了公演，觉都没睡，我就跑过去拍了照片。穿越了，对呀，我是90年代的。哎呀，这个美颜老掉，讨厌死你了！我是90年代的杀马特大队的队长，我是队长头头。置顶要会员，没钱开会员，咱们没一点钱。我也喜欢我这造型，以后没洗头，我直播我就戴这个头套了，多好呀，头都不用洗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先别充，别充，没个屁用，除了置顶没个屁用，而且我也不打算置顶微博，我就打算让它飘在那里，别给我充，你给我充我就拉黑你了。你看他这个怎么老是？关掉呢？是不是太大功率了呀？打算买同款，饭随偶像，笑死你！花点钱买点啥不好吃？买点啥吃的不好？买头套，而且你看他还炸毛了，我真服了，老掉美颜，我真生气了。太帅，跟你结婚，哼，想跟我堂堂障碍家族的队长结婚，你想太多了，我看不上你，我可看不上你，想得美，就冲，就闹，就拉黑你，就讨厌你，牛剧场都不带理你一点的。对啊，买卖卖的他不好吗？M 那个什么，M 瘾发作了，M 瘾发作了要。今天 S 影刚发完，做完 M 影要发作了，
你又工作攒钱拿个摄影机，然后你也要去当摄影位的人是吗？跟他们抢竞争了，干嘛奖励你？真无语，你们一个两个的烧的要死。跟你结婚，我们赞家族必须得单身，这是我们公司，这是我们赞，哎呦，赞家族的规矩。什么？我公演很无趣的，公演很高冷的，公演不敢说一点，笑死，好伤心。哎，不要迷恋哥哥，只是个传说。换一首歌，咱们就点这首歌。不要太迷恋歌了。你冲个屁屁，讨厌你！你冲有啥用？我又不搞那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浪费钱呢你！我800年不上个微博。我怎么又关了呀？受不了一点，这不真的是太烫了呀！我这不是惩罚嘛？我得有团魂，我们 MC 四成员的团魂。真无语，到底是为啥啊，老关？那你去申请退款吧。赶紧去申请，转圈最多的小偶像，我都没，主要是因为我没一点 follow，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转成什么鬼样子，因为我真的不会转圈，我很眩晕的，我这个人超级晕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了，笑死。请你不要再迷恋歌偶，歌只是一个传说，虽然我舍不得，但是我是要说，请你还要记得我，我尽管在漂泊，歌不会寂寞，因为寂寞陪着歌。讨厌死你了，快来死吧，染了红毛识别不到一点是吧。送完了去置顶，我不置，我就不置，要你长个记性，浪费钱，真的是好吵，怎么办？那就万痛筋骨贴，痛了来一贴。我真服了，谁叫我有团魂，我才在上面转圈，不然我没输一点。谢谢下午好送的不倒翁，谢谢你的不倒翁呀，谢谢你。秋英是在旁边拯救不了我唱歌 ，thank you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唱，想唱就唱，我唱的响亮我就唱。只是一个传说，我舍不得。但是我是要说，我都听不下去我的战剧，我自己都没看完我的战剧，你们真的是搞得像我拿刀架在你们脖子上，你们才看完我的战剧一样，笑死！谢谢你呀，深情，你也要快乐，有人有人，你也要快乐，好听，那可不，哎呀，好受死呀！啊，好，我挡一下。我去，好受死啊！受不了了！啊！别看我的啊！救命！啊！受不了一点啊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啊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！被看到，我想从在录音室直播，没人能看到我，但我刚刚。好尴尬呀，救救我，谢谢泉州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哎呀我刚刚啊受不了一点，
我受不了一点了，家人们，别管我了。没有，刚刚是梦慧前辈跟真真前辈，太尴尬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救命！那尴尬死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以为在这没人看到的，录音室谁来录音室呀？大家不是下公演时候谁来录音室呀？我真崩溃了都。没有人看我，一切都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发生，好吧？天哪，我这个灯，那咱们手电筒吧，咱们条件艰苦一点，咱们用手电筒来吧。咱们条件比较艰苦，家人们，把亮度开亮点。哦，这最亮了。我真服了，这灯怎么说坏就坏，受不了它一点。你录屏，你发网上去，我都觉得还好，但是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太尴尬了，尴尬死了。肯定哪是关爱后辈的眼神，简直是关爱智障的眼神，好吗？觉得我是个傻子一样。他们两个都差点都要在直播间，差点笑死了。对现实看到真的很尴尬，真的尴尬啊！我真的尴尬住了，家人们，谁懂？别管我了，别管我了，我尴尬死了。谢谢你，小七。晚上压什么？晚上压。谢谢你，小七。我谁呀？我是聂鱼松，我是聂鱼锦的远房亲戚聂鱼松。拜拜，我知道你想去浪别人，拜拜。这该怎么支它呢？去拿个东西支一下。好吧，它有点短，它支不了一点。聂帅那可不，造型很难评，我好看的要死。咱们今天亮，今天俊的很，咱们今天帅的很。把它拔掉吧，不然哦，它又好了。为什么？它的功率太大了吗？哎，怎么换歌了？对啊，多帅！这不多帅，这高低不得好评一下。磨菜。把形象按在地上磨菜，我不要这样直播，这样好害怕。哎，为什么我椅子一过来它就会断电呢？为什么它会断电呀？不可能，功率太大了呀，受不了一点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平平淡淡的一天呀，平平淡淡又是一天。不行，我放别的歌，我听伤不起。伤不起，对耶，我真的只有今天戴头套，它才一直断电，我真服了。啊，我不知道什么黄牛，不认识一点。什么舞台上不敢开麦直播？我直播一向这样，好吧，我一向这样的。到时候我希望不要有等会一堆前辈来围观来参观我，谢谢。我会有社恐的，希望不要有小后辈来参观我，应该没有小后辈来看我直播吧？
对呀，出道都快三个月了。谢谢教授送的捏棒，谢谢你的捏棒，谢谢你送捏捏棒，捏捏爸爸，谢谢你的捏捏爸爸教授。其中一个万分难过，到底为什么？痴心的我不够惹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把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就在你怀里，回你回你呀，你很动心雪地。教授直接第一集，他一直都是我儿子，那可不好，当然好听。谢谢听风的巧克力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恨你恨到彻底忘记，我北八百零了，我北八百零六，北八百零了，零了。这竟然还有 rap， 我之前都没有听过。找美女有那么多，能从我眼中看中了我，仿佛你能过后到今晚来找我，来陪我。很多，其中一个万分难过，这是为什么？不够热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底。恶魔的爱没听过，我要听伤不起。怎么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就叫我老公了？我葬爱家族组长，追我的迷妹可多了呢。你得先到法国去排队，我已经排到法国去了，你先到法国去排队吧。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决定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恨你恨你恨你。那电视安初夏，好吧，我没看过。我是土狗，土狗，我是土狗，一眼就被迷住。怎么样，来哥怀里，来哥怀里，哥很花心的，来哥怀里，来哥怀里吧。进团哥天天给你搂。来个电影，我给夹一个，这是不是能开变声器的？我记得看一套能开变声器，这是不是有变声器啊？我不知道，变个萝莉吧，马上能进团，赶紧来，我们第七少年团，第一少年团就等你了。努力银是的，我还是原来的银好一点。确实，什么？我哪里杀马特？我今天只是哥的正常造型，今天是我最底层的人格出来了。努力银，非主流，你个非主流，你别净讲一些我直播间不敢说的话，是不是？我私下，我小心，我私下骂你，骂的可狠了，让你听不懂一点。什么？真无语！你们一个两个的，哎呦，打嗝了。你的让心狗叼走。还有两周考试。哎呦，打嗝了都。好哦，对哦，六月了，大家都该考期末了。哎呀，又打嗝了。
等会儿我直播间就被禁了，还在我生日这天被禁的，我真服了。你润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听风。我不骂人，怎么可能会骂人呢？人家怎么可能会骂人呢？是吧？我也只是其中一个骂人，不骂也行，我从来都不骂人的，不骂一点，哪里变态了，一点都不变态。对不起，你送我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，是我会带着在直播间。对啊，咱们今没办法，谁要咱们今天是。咱们今天就是主打一个障碍家族呢，是吧？因为到夏天了，都要润了，是吧？好吧，我还以为你要到夏天要润了，好吧。怎么开始抢歌了？看来还是歌的魅力太大了，开始抢歌了都。飞祖牛，你快走！讨厌每一个能上厕所自由的人。我看一眼我抖音，谁还没来我抖音点赞？我要去查一眼我抖音的水表，不是水表，就查一眼抖音有多少个人点赞。现在还穿吗？我下午穿了，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穿。我刚还跟人说呢，我说我害怕我直播直到一半跑去穿了，笑死。我今天拍了。我昨天拍了三条抖音，没想到吧？哼哼，期待未来我的库存大放松，下次一定看，下次一定，我也下次一定，我下次一定不给你讲一点。那可不，我可是敬业打工人，好吧？一赞莫辜负。冲上，你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这么一点你还是有很长时间，不错，106个赞了，粉丝没涨一点。真无语，734，我734个粉丝，都希望我粉丝能破100，好，呸，能破1000好吗？我的粉丝什么时候能破1000？我是土狗，开瓶震惊。怎么了？去怪你楼下的，去怪卤主，怪你楼下的人。第三个收藏了。新鲜的豆馅，把它包成豆包，馅往里多放。这现代皮袍，大红的什么，这折腾到了不少。拿小号去关注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小号都来当我的水军。怎么谁把你的BB变成这样了？你去怪卤主，你在你楼上的楼上去怪他。他说他期待我直播时候戴，到时候我还有发光牙套呢，发光牙套我也戴过来，但是我害怕他电没的太快了。两个抖音号都关注，我害怕这发光牙套电一会儿就没了，所以我要等人多的时候再戴发光牙套，现在戴没人看。晚上好呀，安斯。晚上好。进来吓你一跳，你去怪你楼上的人哦，你看不到你楼上 ，sorry。电池的放心，不是，我是说我没电池了。等会亮完了，没电池了都。所以我等晚一点我再带。你看，完对、啊，还有发光牙套呢。公演给我带。谢谢你，
四连是啥呀？转赞评，还有分享吗？原来是一键四连。我看看你们在评论区都在讲什么话。我这个抖音还是很正常、很迷的。真的吗？你不会含嘴里带过吧？笑死！看一眼这个评论。不是你们谁有这个吗？什么叫你们谁有这个吗？没看懂一点。今天评论，今天我过生日不难得得给我正常一次是吧？对，都是祝生日快乐的。今天我的抖音还是很正常的。呀，变735了，谢谢你的小号关注我，已经变成735了。怎么下次再来？怎么还叫人家来呢？不准叫人家来，大家只能在我评论区讲正常的话。用你的小号关注一波，都来当我水军好吗？一个两个的。看看还有什么歌？服了，别掉美颜了，我求你了，快死吧，个狗东西！啊，怎么点呀？怎么薅？你薅啥羊毛呀？咋薅的呀？我都没点，我都一直在吃盒饭呢。最近，今天大手笔，花点大手笔。今天90后专场嘛，那可不。今天葬爱家族专场。封面的我哪去了？封面的我仅限于我的微博，好吧？只有我的微博才会存在于封面的我。Hello 呀，海底捞老师，什么你当时还改名字了？我说大手笔，请他们吃了两顿饭。什么不准发给大王？你真无语，还告状呢？你我也告你状，你天天在我直播间发癫。大气，难得，还好，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生日当天发工资，祝咱俩好运，祝我好运。下次也请我吃，下次请我吃烧烤，家人们。烤竹虫、烤蚂蚱、烤老鼠，我信你是烤蟑螂，我们广东特产，吃吗？ZT 吃吗？小心烤蟑螂，信你吃烤蟑螂，我们广东特产，我专门飞一趟广东带给你们吃，看我多爱，我愿意花2000块钱来回从广东带来，店员分给大家吃。伤不起。我也作证，我们广东特产有烤福建人呢，没想吃吗？烤福建人。你说的我可真的会送的。我们中心昨天前天都闹蟑螂了，我下次烤了，我店员拿给你。对呀，都骑蟑螂上学的，还有人不知道吗？一进来就伤不起，咱们今天是葬爱家族专场，好吧？对啊，我们还有烤福建人，泉州人的肉最好吃了，肥瘦相间的。
烤恐龙，你给我挖出来，我给你烤给你。我只是客观的讲述一个事实，说烤泉州人是最好吃的。对吧，煲仔饭其实煲的就是福建人，你们不知道吧，没人知道一点。什么，你为什么从我单推变了？明明说好当我单推的，一直推我的，我真的很伤心，真的很难过。去恐龙鱼，没有，刚才打哈欠，因为我三天我就睡了三个小时，我太困了，所以我在打哈欠。我刚刚，不然我直播间打了被制裁了。微信告状去了，别难过，哥冷漠了一下，八度。我吃人，对啊，我很吃人，我赞草莓酱。谁跟他学了？我真无语。他，我说他跟我学呢。怎么他这样只推我的？然后他变成小猫咪了，然后来又变成 WNN。我真的好难过，真的难过死了，真太难过了。我就睡眠，我是因为我想睡，是不能睡一点。该忙是没有忙完，睡不了一点。给大家看看，无所谓，因为他听，反正他大家听不懂中文，无所谓。你污什么污？我才污。是呀，昨天真的困熟了。第一天第一次来爱上家人们，快来爱我，来爱哥哥，追哥的人已经排到法国去了。哎呀，无所谓，我就要吃，我就是叛逆，我就要吃。谢谢你，安斯，谢谢你，听我说，谢谢你。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别客气，没人连我，我当然不连别人。我社死，我社恐的要死，我社恐的要死。只要没人连我，我不会连别人的。看我哪次直播我会主动连呀？两万个人，笑死！那能让我微博涨两万个粉丝吗？涨一万个也行呀。刚刚我都这样子，都遇到前辈了，尴尬死了要。不要，不连麦，不连麦。对啊，别把人家刚出道，刚进团，等会就退团了都。连我才不要命的。那你火速开，火速开两万个小号。讨厌，讨厌你，受不了一点，我真的很玻璃心，玻璃心的要数。那太好了，没，因为我知道肯定不会有人主动连我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颗脏美颜有时候会掉。对啊，我天生的，天生这个发色怎么样？帅吧？咱们天生这发色。吓你孩子都没了，怎么人家多和善多亲民呀？我一直都很靓仔靓女的。
谢谢阿言，是阿言吗？我是藏玉偶像，是文盲偶像，如果读错了请及时纠正我。谢谢阿言送的摇摇码，谢谢你的摇摇码，谢谢你。我是一个藏玉偶像，谢谢你的摇摇码。把舍友赶去北霸速速进团购连麦，别连了，直接来我直播间，笑死。读对了，那就好。那我现在还不是藏玉偶像，可能未来我是藏玉偶像了。什么讨厌谁就带谁来看我直播，不准。哎呀，怎么打问号呀你，真的是。我要举报一下，举报一下。这是我的应援会给我的。微博头像不像我，我真服了，我讨厌微博头像，我宁愿这样去拍公司照，我都不想用我的微博头像，我宁愿这个造型去拍公司照，我真丑死了。当时也很后悔。对呀、啊，一定得用公司照，但是好像记得说多久可以不用，但我不知道，反正就用着呗，反正到时候还要重拍呢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这个公司，我用带这个拍公司照都比我微博头像好看。对啊，你看我这，我给我刚一回头，我还有一个人影呢，在那红橙黄绿青蓝紫。当时就是彩虹头，他们都说是我不知道呢。对，我有发光牙套。对，我真讨厌死那公司照了，我都宁愿这样去拍公司照，我都不愿意用我那个当头像，那公司照丑鼠了。我恨我们哥哥，我恨我们博哥。水浊，我没拍过水浊呀，啥水浊呀？没拍过水浊呀？什么？你们还拍这个毕业照？笑死！对，我们工作还被提前报了，肯定是公司干的，我觉得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甩锅给公司。哦耶，那套是水浊呀？好吧，我不知道呢，我以为那只是单纯的一个什么盘，原来他那个盘叫水浊呀，我才知道呢。那你要美美化妆吗？还是就素颜呀？但是毕业照确实不让戴口罩的呀，一般都是。都不知道怎么扒的，太牛了，大家太牛了都。别怕呀，怕啥呀？哥可是在家族老大呢，见到就赚到，好吗？换个歌。我不知道还有啥歌。这个好像播不了。还有啥呢？听一听。这个有点九零后，我就九零后穿越过来的呀，我是赞家族的。你看我头顶秃头了，
五颜六色炉顶，那可不。红发挺适合我，可是我觉得好黑呀，可能也可能因为我今天晒黑了，今天一整天没打伞在外面。我真的很喜欢红色的，希望未来我能染头发。这是我的新发型，这是我这次青春时刻的造型。什么戴头套也挺好看的，显脸小，因为它公主切是吗？不准不去，不准不去，都来当我水军。你看，就 ZZT 说实话，就 ZZT 夸我。那我有机会剪个公主切，但有可能因为它这炸起来，所以才会这样子吧。哎呀，他这个美颜我真崩溃了！什么我不戴，我要洗头的。就是你很社死，刚两位前辈碰到的都已经很社死了。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。我拿我的头给你，我把头邮过去给你家扫地，怎么样？第一次直接看到了。什么？就是偶遇、巧遇罢了，真崩溃了，尴尬死了，别问了，不愿再回忆。我现在我真的哈欠不断了都，我就感觉我智齿都搭脱臼了。小学生，我今年三岁，我是幼儿园，我幼儿园。他露出关爱智障的眼光，少给我装嫩，教授，你走开，少给我装嫩，是吧？咱们赞家族首领。你去睡吧，笑死我，真无语。你没看错，你没看错，我就是在下正是葬爱家族大族长。你得了吧 ，ZT， 考大学都给我闭麦，怎么什么都要我加油？不讲，我就不讲。这样吗？好飞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以前都这样拍，就只露一半的脸。好飞呀、啊！不准给我退一点，真无语。是的，我是聂帅，超帅。我都还没看到我自己跟易拉宝合影呢，啥都没看到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我真的，我再这样我四天没睡了，我现在都已经感觉我困虚脱困飞了都。救不住。救不住，救不住！你要不你就翻牌找我吧。什么？你孩子又回来了？不准回来一点！飞到银河系了。六好吧，六。当然米了，米得很。
我就是抓这个头套挠痒痒都不好挠，咱迷得很，就他妈爱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真生气。家人们，我先下播，我睡有睡一两个小时吧。我感觉我在直播里我要困，我已经要眼睛都闭上了。我先下播睡一两个小时，我在直播跨天怎么样？我真的感觉我眼睛已经要闭上了，刚哈欠连着不停了。我先睡一两个小时，我等会再给你们播。我真的感觉我下一秒就要睡着了都。我的天哪，我脑子已经不清醒。好的，晚安家人们，我等会再好好洗碗去吧，困了没必要强撑。但是这不是想着，我本来想着直接开到跨天呢，但是我没想到我真的就是感觉我下秒就已经要睡着了。什么头套我没洗头，当然得戴，必须得戴，就戴，没办法呀，咱们临时太多事了。本来还打算洗脸完在天津玩一下的呢，然后因为说就是生日嘛，最好还是发组照片，所以就临时的，就是前一天公园玩，然后回到北京都差不多一两点了都，然后播到四点钟，然后就开始去拍照去了，然后就没睡一点。什么？为什么在这个月八点以后才能看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感觉我睡意来一阵走一阵的，就是我就是可觉得我可能困过头了。我昨天晚上我三点睡，我六点钟就自然醒了。我真的感觉我困过头了，自然醒哎，家人们，我真的震惊了都。是这样的，我要是困过头还怎么样，就是但我还活着，本人还安详的存在着。失眠那睡不就睡不着，我睡了很久，就是我一直闭着床上闭眼睛睡不着一点。不，我觉得说不困还好一点，我直接直播到第二天我就下了，下午马上去睡觉去了。不行，我再播一会儿吧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正好播到第二天算了，正好把我生日给过完。本来是想着播第二天的，刚刚那一阵太困了，不知道为啥突然闹起劲了都。之前请假了，该调作息了。无论怎么，我感觉今天我还是会早上还是会很早起。我又不是第一次熬夜，我的经验比你们还足好吗，家人们？我经验比你们还足，熬夜的经验。嫁给我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哇，那你还是牛，你更牛，通宵考试，你这比我牛，我这真的是，我纯属是自己，太安排的死亡行程，别羡慕，我也老了，我心里憔悴了，我今天走几个楼梯。我就开始在喘气了，真的素不了一点。考试肯定会紧张的，考下来就会紧张的。你不在火车上睡一点，你在火车上复习，我也服了你了。就像我失眠，我不睡一点，我失眠在那刷抖音。
睡不着，我失眠我也睡不着，我有种醒了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然后死都睡不着，我真服了。对，我单极循环，我没有会员，咱们比较穷，我在放哔哩哔哩，怎么没有会员？怎么还有广告呀？是不是点到别的了？又有表情包素材了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西安考试，新航路打 call 吧，你去搜，我搜一下，搜一下炸裂，炸裂 BGM。这有炸裂吗？什么叫让我去吃东西？我没吃，啥意思啊？让我去，让他哦，让他去，这不炸裂呀。拜拜小胡，拜拜小胡。放这个吧。钱包，有个女王不得了。每个冒险的他知道，变大变小真的奇妙。一个咒语一个符号，爷爷亲回了，爷爷亲回了。一团糟，什么哈哈哈？不准哈，不准给我哈一点。八大秘密，特别是草莓的。无能为力，太离谱了！今天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跟谁说话了，不知道是你们在私底下聊，还是说在跟我聊了。什么不敢哈，不准哈！我以葬爱家族老大的名誉发名誉，命令你不准哈。好，那我周六前看一下片尾曲是啥。我现在片尾，我周六前看一下吧。我现在是这个吧。当然了，人家在家族。在家族一个人只能一个颜色，我就能染很多颜色。嗯，你定制的衣服吗？你还等这么久？定制的吗？像摇滚是吧？哎，您别说，还真别说。我还真有键盘，但是拿不过来，它线太短了。您别说，还真别说。对啊，这是我的造型，这是我的青春时刻的造型。噼里啪啦键盘打不开，我可以噼里啪啦鼠标，噼里啪啦。要买的周边，噔噔噔噔噔噔。QQ 炫舞，我只打过 QQ 飞车和节奏大师，还有快乐，
哎，不对，天天跑酷，天赐跑，非常爱如火，那可不。为什么要早上趴下取快递？为啥早上拍？看看我的公告，看我公告，笑死，来看我公告吧。去大街上走走。什么？不，我不跳一点。你才不跳呢！因为你老了，它是属于我们90年代非主流的，我们非主流、非主流葬爱家族时代的。完了，没时间取。好吧，不知道一点。对，就是属于我们90年代的。少给我装嫩，你少给我装嫩。别呜呜，天天呜呜呜的，真服了你了，你个老六，天天呜呜呜的，装什么可怜？那当然，我人还怪吵的嘞。今年3岁，少给我装那一个两个开蹭。我昨天才出生，哦，我今天才出生呢，今天我生日，我今天才出生。你真16，你看起来像61，好吧，你是61。玩偶还在袋子里，因为前几天我都没时间呀，每天会在外面到处浪，一点时间都没有，都在忙事情。所以我今天晚上我才要回宿舍住呢。你走开呀，飞主你哦，滚！我哪里霸凌人家了？一个两个都快装嫩，我也塞在肚子。我才在肚子里，我看起来是91，我91的阿姨了都。你滚！人家哪家啦？人家声音就这样子啦，人家就这样子声音啦。鬼呀、啊，背着你哦！喂，你怎么审美出问题了 ？Tell me why？ 我屌，这么刺激，贼铁，你这么刺激吗？很真好看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好潮呀，那可不。啊，给我分享分享呀，你有本事。我播40下了，我有点撑不住了，播40了。下了我浅眯个几分钟，我再上来。浅眯个10几20分钟。我睡不着，我再上来。就我每次睡不着都来骚扰你们，笑死！不行，我要跨天，我要19岁跨天，我0点。我本来想今天直播一天呢，结果今天有安排课，因为按说礼拜一是休息的，但是没给我安排课，我是去硬上的。哪非主流了？人家一点都不非主流。睡2小时，
我今天上午都睡三小时，睡两小时够等于我一觉，不是？你看看看情况吧。你们居然还骂我，都不知道呢。啊，四十了，我下播了，家人们。我这次火速下播，我先不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晚安，晚安。